台积电呢、啊，今年有一个好处，合理价格，刚才有说576上下。嗯、今年的台积电已经七次的，我算从560到620，560620，这就做波段了。你拿出你做的波段，就是在这个一波段里面赚到了跑，赚到了跑，赚到了跑，就是翻桌率嘛。哦、你接餐厅啊，嗯、你被营业额好，不是说你餐厅多大，是这个桌子今天有几组客人来翻桌率。今天我台积电一次这样跑的话，我可能赚了20000块好了。你跑七段是赚。哦，所以如果你会把这个公司，哎，要省掉啊，哎，一个给照顾专业一下。